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的节目内容有关是谈论大米这个人，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做分享伊的这个政治的种的个性，政治的个性，有当时啊，你想想的时候是会让一个人迷失伊家己啦，虽然每一个人在咱内面拢有一种政治个性，就是当大家咧看时，我的表现跟我家己一个人的表现无同款，啊，我做我家己的时阵，跟我做领袖的时阵，我做决定，的反应嘛无同款啊，所以咱人拢有无同款的面啊，来，咱看到代表原本照你讲，伊是敢若像一个装卡囡啊，伊并不是一个讲得失心真重的人，但是呢，做王了无同款，咱拢是安尼啦。代表做王了，圣经记载有一摆，伊就叫伊将军来，讲将军叫做约雅，讲来，你即马去甲我算一下，我想要了解讲，到底咱即马规个国家啦吼，我的兵有偌济啦？我到处你甲人烧钱嘞，到底有人数有偌济啦？咱来知影吼，这个照你讲，这个代志吼是足麻烦的代志啊！你要去算，像了像咱即马的户口普查，了解讲我有偌济兵会当钱，你感觉讲？这应该啊，理所当然啊。做一个军容，伊了解讲伊下面的军马有偌济，但是当时的一个文化吼，因并不是真鼓励一个人安尼做，所以将军就对代表讲，唔免安尼啦，足晦气的呢。迄以前无电脑呢，唔像咱安尼讲啊，做一个名册就好啊。又话讲，咱敢真正食饱是为着要做这种代志吗？你若要烧钱的时阵，上帝予咱得胜啊，你若需要偌济人。上帝一定会赏赐予咱呢，你何必要做这个代志呢？去算看有偌济，敢那要等讲你看我真强，敢那要算看我即马有银行有偌济钱，算看我即马财产有偌济安尼，即个敢那像咱即个公务人员每一年爱报嘛，申报财产嘛，但是咱的目的是为着透明，就是讲即、这个人真啊真济，咱就怀疑讲，你是不是本来真善，自从你做立法委员了，安内财产增加遮济，咱就甲你合理的怀疑那是为着这个原因，但是以前当伊要来算的时阵，伊是为着要来夸耀，要来夸口讲，你看我偌好个，你看我偌济兵马安尼。所以，伊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当然咱并不是讲非常了解当时的文化了吼。但是至少咱知影讲，当时呐做这种代志真了工，安怎了工呢？因为后来代表就真坚持，讲我叫你去你就去，约我无法度。只有安尼四个去点点看，会当做兵的偌济，迄个人数落去点安尼。干那安尼点一抓吼，伫因即个犹太人的区域安尼一抓吼，是九个月阁过二十天，你就知影讲迄个工课看偌食力就好啊，真食力啊！啊，落尾算着将人数来报予代表啊，讲有80万人甲50万人，因为咱知影以色列人伊是分做即个以色列甲犹太两个大地区啦，所以讲点点的讲加起来吼，都要130万吼。当然，我以前捌讲过啊吼，因咧算数字，迄个算法，甲咱即马唔知有同款啊，无咱是唔知啦。非得伊用差不多九个月过二十天，来算看伊个国家即个会当出去战争诶，差不多有偌济人。这件代志当时呢，伊个下面的人捌甲阻止，但是呢，伊唔听。虽然有当咱一个人行对即个政治路线去吼，咱以咱即马来讲，就是咱。会计较讲我的选票有偌济票啦，我的选区有偌济人支持我安尼，人讲，你就好我做就对啊咧，你去算这要创啥？不是去咧做民调，做民调做遮济有较怎呢啊？好好做代志较有影，咱即嘛民调是较简单啦，委托民间的公司去做就好啊吼。但是以色列人迄阵也无即个民调的公司，也无电脑，也无啥物交通工具，所以要点是足麻烦的啦。但是代表就足想要了解讲。伊做王了后，看因个规个国家，增加个即个财产、人口，所以这件代志，当人做了了，当下个报，代表呢，马上就反悔啊！伊就讲啊，我安尼是无应该做这种代志，其实伫过去，因伫出埃及即个过程中间，上帝嘛是足无爱因去算啦，敢若要等讲因真敖安尼啦，所以。代表做这件代志了，伊就后悔。但是我是对这件代志看着讲，咱人就是安尼。当你若徛伫迄个位置的时阵，你就会真看重人对你的看法。这是一种迷失啦，
哦，未实啦。比如讲啦吼，咱较早呐伫公司诶内面，咱甲大家一般拢做职员诶时阵，大家感情拢真好啊。即摆你若做科长，哎，你着感觉怪怪。你若阁做一个主任，你若阁做个经理，有诶人是无差，有诶人伊诶人际关系还阁处理了真好，有诶人毋是。做经理了吼，伊就安尼真计较人对伊诶看法，啊，对顶面诶人讲话着讲甲呢啊，尽量拢讲一寡奉承诶话啦吼，拢讲好听诶话啦，拢讲一寡人爱听的话啦，互下面人感觉讲这人足无实在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感觉政治这个物件会互一个人个性吼会有改变，所以圣经记载这个代志就是给咱提醒，讲咱唔好因为咱有一日上帝给咱提拔，或咱有福气了，咱怎慢慢慢慢呢，咱的生活怎变质去啊？但是这些真容易呢，真容易呢，互阿婆两个人少年时啊咧。共同打拼，早起来卖早顿，迄落日子颠倒较无啥冤家呢。有时开连锁店啊，头家安尼家己做啊，好像变董事长啊，嘿，翁仔某感情会变歹去啊？为啥物？因为共同有目标时，两个人拢真努力；，等到两个人享受的时阵，两个人个性中间就开始产生真侪冲突。人生就是安尼，你有当你无好的时候，你也感觉我总想要唔望我好个。等到你好个时，你才知影讲。好嘅也有好嘅痛苦，哦，所以上界主要上帝讲，咱保守咱的心啦。啊，咱看到大卫这个人，伊这个政治个性吼、哦、是不了明显。咱的记另外一个咧，就是迄阵因囝亚撒龙背叛伊的时阵，因出去甲人小战，等到因囝战死的时，当然大卫真伤心，底下咧哭，底下咧哭。结果伊将军一摆，讲啊，你是咧哭安怎？啊？恁囝死你就靠家呢？你是五万元死你才会欢喜哦？讲这个话嘛是有道理啊！吼、哦，阮在替你咧拼命，结果阮将你的敌人抬死啊了，你而且咧靠，你是咧靠安怎？代表你看，代表你的政治个性就出来了，代表马上无靠，吼、哦，马上都唔敢去靠。伊上个听囝死去，伊唔敢靠，这都是政治人的悲哀，吼、哦，政治人的悲哀啦。咱比如讲啊，以咱台湾来举例。你做一个政治人物有足侪代志，你就是产生足侪无奈啦。比如讲，伊讲因囝啦，哦，因囝、因查某囝、因囝婿，你讲这个好命吗？我那是讲衰，我那有真衰啦，哦，都小看代志尔吼。媒体话啦，报干呢？我迄阵当 SARS 咧流行的时阵，大家都讲到底因囝婿有特权无？哦，啊，因囝咧做兵是不是拢有放假呢？调查足侪，啊，其中有一项就是因囝去买一台假假。哦，价格大家听无？迄就是种足贵足贵的，一台200万去买一台迄落车，花媒体甲报出来。所以当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感觉讲人生都是这矛盾啦，吼、哦！我做总统，我买一台价格，我囡仔使安尼是袂使哦。啊，恁大家是那个目眶咧红色红安怎啊？啊，看到你袂惯势。我做总统，我买一台跑车，我囡安尼敢袂使？会使啊，但是问题就是讲。你一个政治人物，就是你必须要顾虑到老百姓的观感，这就是政治人物的悲哀啦，这就是政治人物的痛苦啦。啊，所以说总统有官员出来讲，无啦，唔是我买啦，那是伊家己的钱买啦。哇，讲一个人看一个更加生气，讲啊，无你一个月是偌济哦，恁囝哈？你若讲你买，我阁相信。讲恁囝家己的钱去买，恁囝23岁，咱请问？多一个人23岁，当用零用钱的一部分买一台200万的车，哟！因囝未趁钱呢，因囝是拄毕业去做兵尔呢。但是你讲真奇怪，人有钱要开安尼袂使哦。我就是要形容讲，政治人物都是有政治人物的无奈啦。吼、哦，迄条敢那亲像代笔啦，家己囝死去你袂当哭呢。吼、哦，你哭时，你下面只个三军勇士里面对人交代。因为恁囝陪伴你嘛，啊人徛伫你这边，结果恁囝死，你搁伫遐哭。但是你对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一个老爸哭家己的囝，安尼敢袂使？所以我唔知拄啊用迄个来讲，一个总统要买一台跑车，恁囝敢袂使？是会使，但是有伊为难之处，这都是人生无奈，大家感受会到嘛？都是真痛苦。所以你卖想讲我做总统之后，我做总统我就当哦买足侪台车，阮囝使，你就卖害死恁囝，哎呦，恁囝使车出去，人都。开始咧怀疑啊！啊，你这车队倒位来啊？你哪有遮侪钱啊？啊，恁爸是贪偌济安尼？哇！迄讲起来愈讲愈歹听去啊！即嘛媒体都咧讲讲，迄台车反正都唔知是毋是真正用买咧。反正人怎看到伊总统囝怎送伊？
哎呦，反正哦，世间真复杂啦，这个世间真复杂，所以你踏入政治界，迄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开始。哦，当然，咱不是讲咱袂当这个从政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讲你要一个心理准备，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，你就是必须要有忍受足侪足侪别人袂拄到的困扰，啊，你就是拄到。虽然看到台面，一做王，真爽快啊，做王啊，但是做王的悲哀啊，做王的悲哀啊，家己的囝死的时唔敢哭啊，哦，咱看到做王爱处理真侪纠纷啊，等下伊老的时阵，大家拢在想讲台面得要死啊，啊，啥物人要来接你做王？所以当时呢，就已经有一挂人认为讲家己较有资格做王，结果台面某八四八真紧张。讲安尼哦，安尼讲所罗门要安怎？怎走去甲大卫讲？大卫啊，你敢知影？你即摆老啊，啥物代志拢唔知啊？即摆已经有人哦，已经摆出一个伊，就是要接你的位，要做王的迄个姿势啊！你敢知？大卫讲，我真正唔知啊！啊，所以因太太就甲讲，紧的哦，趁你还佫活的时阵哦，赶紧互恁囝哦，所罗门哦，做王哦。你看一个政治人物爱处理的问题，看有偌济就好啊。所以呢？之后，大卫赶紧出来宣布，讲我的囝所罗门会接受我做王。迄阵，足侪人就咪讲啊，所罗门出身不良，对不？这算唔是正统诶，那有可能会做王？啊，但是大卫都讲话啊，大卫话讲落去啊，大卫就是讲，这是阮囝要做王啊。啊，所以结果又去引起另外一个纠纷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因所罗门一个做王了，头一件代志就是杀。将一挂这个对伊有威胁的人拢总抬死啊！哦，安排这边，你看伊夫妻因囝做王，头一件代志就是甲因囝教讲，啥物人你来抬，这就是大卫的悲哀。做一个政治人物，你不得不采取一种手段，将对你有威胁性的敌人一一来除掉，啊，王位坐了才会知。但是呢，依然后代安尼来看，迄实在拢是一段不哩啊黑暗的过去。所以政治就是一个真复杂的一个话题。政治会乎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会改变。吼、哦，后来咱来讲到这个政治话题，大家体会也真深啦。吼、哦，政治的人你袂当有小可缺点，互掠到，别人对你的要求也特别的悬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看到台北。身为政治人物有真多痛苦，吼、哦！后来咱休困，等下了继续来谈论这个问题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来，咱甲大家来谈论吼，讲代表这个有足侪政治性的表现，往往是违背伊的家己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予咱看到讲，咱唔免想过心善，即个有政治权力的人，因为伊的人生也有真侪真无奈的部分。当然，咱也对代表的身躯顶也看到讲，因为伊徛伫迄个位置，所以呢，往往。伊所做的决定，也毋是伊心中真正愿意的一个决定，所以不但伊家己杀真侪人，伊也命令因囝讲，你都要杀死真侪人。但是代表这个人吼，伊的政治魅力伫倒位呢？我相信就是因为你甲伊斗阵的时阵，你会常常感受到伊迄个单纯的心。好，所以基本上你讲代表真政治性吗？那以我的看法。我感觉台北的政治性拢是真无奈，并唔是伊家己愿意的，是伫真侪足无奈的情形之下，伊不得已才有迄种反应。所以伫伊身躯边的人，大家会感受到讲，这个人吼，虽然政治风政治吼，但是这个人有一种吸引人的这种的特质。所以你会发现讲，台北身躯边的一挂介呐，较久的人啊，斗阵较久的人啊吼，对伊拢真适中，真适中。迄阵大卫也未做王哦，也未做王哦，也个咧逃命的时阵哦，有一摆大卫就讲，我真嘴大，想要啉水，竟然因下面就有一挂人，一挂勇士啦，哦，怎啊侵入敌营，
然后呢，只为着换一罐水，倒来给大卫啉。所以当大卫啉迄个水的时候，惊到要死，讲这是恁用恁的性命换来的啦，我哪有值得恁安尼做啦？但是伊愈是安尼，人大家愈感觉讲，这个人吼，就是予咱大家对伊有信任感。所以大卫并不是一个那种权力欲望真强的人，但是伊又搁为着伊做王，伊就必须要采取一寡手段。所以我现在想讲，大卫是不是以后伊常常想讲，上帝拣选我做王这件代志，对我来讲，到底是一种幸运，也是一个不幸呢？当然上帝是赐福给伊，但是伊的个性，伊所经过的足侪磨练。有当时啊，咱啊用较现实的角度，我若拢卖做王，我一世人，我伫野外饲牛饲羊，以后开一个农场牧场，这个人生足单纯的嘛。至少我自己是杀牛杀羊，杀狮杀虎，我唔免杀人嘛。但是结果代表一生杀人无数，这就是种人生现实。所以咱唔只来讲政治，就是足现实。因为政治是要处理大家代志、正人的代志，迄就是人生真现实的一面。所以你必须要有能力去处理迄面的情况。但是对大卫来讲，伊的人生就是安尼，已经无法度通回头，也已经无法度再去选择。因为当时伊要做王的时阵，迄就是人生的一个理想。但是到后来，伊做王四十年嘛，等伊完成伊的梦想，等伊的人生拢达到的时阵。其实一回头想想呢，伊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是真大，其实是真大，包括伊的个性慢慢被环境所改变。我嘛常常看到有足侪人有这个情形，有足侪人以前伫校的时阵是足单纯，吼，学生囡仔尔嘛，伊感觉人生就是真快乐。以后我就是娶某生囝，啊，阮囝也拢大家也拢伫一个真优秀的环境来大汉，啊，一老阮囝原来真好读书，但是事实毋是安尼。等甲伊毕业，伊踏入社会，才知影讲哦，社会不哩黑暗，才知影讲哦，要趁钱毋是遮简单。有当时啊，爱用一挂手段；有当时啊，你若牛人，你着拢食无。体会真深呢。有当去上班，看到迄个认真工作的人，往往公司并毋知影爱重用伊。啊，迄啰无啥会做，但是嘴真好讲诶，嘴足甜诶。啊，真爱伫下班才开始上班诶，吼、哦，都让下班啊，伊才开始甲主管出去啉，迄才是上班诶开始。结果即种人，嘿，跳真紧，哈哈，升官发财啊，等到迄啰老老实实诶，暗时啊，转去顾囡仔诶，吼、哦，暗时啊，转去陪太太诶。即种人哪像工作上，伊无法度空，会通得到一个足好诶一个发展，那才矛盾呢。所以你会感觉讲，现实会改变一个人，扭曲了。哦，你都本来不是迄个形，但是甲你放去迄个环境，你就只有变安尼。所以咱的人生如果若无法度通面对这个现实的挑战，人生这条路你行，常常你会感觉真挫折感，你会感觉迷失家己，讲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等到有一日，你完了入境随俗，你啊。学到社会黑暗面，是你也会用一挂你以前未用的手段时，你会讲：哎，我来做种代志，你会家己错一条。然后你发现讲：啊，我已经变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迄个我。咱人生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，如果若无上帝给咱扶持，如果若无像大彼安尼吼，也佫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迄真正愈行愈害呢。虽然讲大彼无唔对，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有足无好的表现。咱来换一个角度来想哦，如果代表心中若无上帝，伊做王了后，伊是毋是做一个足残忍的王？不一定。伊是毋是做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个君王？有可能。有上帝伫伊的心，伊都表现个遮差；，迄若无上帝伫伊的心，是毋是还佫较害？这个人生的现实啊！虽然袂当用一个完美的标准要来看待这个世间。哦，啊！恁基督徒就是应该拢表现较真好，其实你唔对啊。基督徒就是咱有真济家己的弱点，啊，咱承认，承认讲咱就是有弱点，啊，咱求上帝慢慢甲咱改变。
所以你咪看到真侪基督徒，伊接受这个信仰，读圣经、基督去教会真久啊，但是呢，伊嘛无啥样替人想呢，嘛是有啊，啊个性无改变嘛是有啊，但是讲有人大较慢啊，有人大真紧啊，我嘛看到足侪人信主了，足大个改变。所以讲，有的树啊，你种了尔，无几工啊，好布足大丛的；好有的你伫遐种几波，我那有压水，哦，我那有打肥，啊，拢照做，但是奇怪无啥会大，这咱无法度。生命是活的，唔是讲机械，哦，你用操作就会当个改变。生命的改变真慢，不过至少咱对大卫伊的一生，咱对大卫伊所做，对大卫所想的，咱来了解讲。有当时啊，现实环境是无好，但是咱应该保守咱的心。哦，大卫有做真侪叫做错误示范啦。哦，包括就讲，伊安尼既然做唔对去啊，吼，伊不应该为分外情，但是呢，因为伊听受伊的名声，所以伊施出诡计，就开始阴暗。就种种这情形，拢甲大卫的个性无同款的，但是伊做困难了，环境所逼啦。所以环境所逼，做了唔对的代志，结果呢带来不幸的结果。所以亲爱朋友，咱对这个角度来谈，就是讲，有当时啊，咱爱会样坚持啊，吼、哦，卖因为环境是安尼，咱怎对咧烂啦，到最后水是水家己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其他咧每一个人，台湾即马足侪问题是哦，咱有爱坚持咱的特质，坚持做一个对的人，吼、哦。好啦，咱啊想要了解台湾的故事，欲知详情呢，咱后回来分解。孤单人生路，冲啥？冲啥？来，小老三，你过来。啊，你那现在是在冲啥？哇，敢那袂输真厉害，你拍电影嘿哦！哈、啊，来，你对咱这个全国的咱这个观众朋友小我解说，你拄安尼是在冲啥？无啦，天气伤热啦，烫一个衫都减袂使。烫衫用安尼烫个哦，哈、啊，有人烫衫呢，嚯、哦，什么叫什么孤单人生咯？你这个创啥调搞你啊？无啦，我因为看台北的人生，感觉啊，政治人物这条路实真孤单。因为少年时单纯的台北，个老的时阵竟然有种政治人物的种个性。实在使人感觉有一点啊悲哀呀！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你这个咱人就是安尼，愈单纯愈好吼、哦。但是一旦你来去插别人的代志，你当然你变不单纯啊！啊，政治这个物件，咱讲政治就是管理政人的代志，政治这个代志本来就是讲，唔是你一两个人有法度通处理吼，哦、本来就真复杂。啊，你这么一旦你嘛决心要来做一个政治人物。你今仔日要来管理足些别人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别人倒的代志，咱要管，咱管未了啦。所以你一个人，当你开始要管别人的代志时，你基本上你无可能讲维持你真单纯。所以这代笔，就算代笔以前真单纯，也拢同款啦，哦。所以啊，唔免为伊伤心啦，这就是伊的选择。啊，人生的痛苦就是，咱无法度做一个最圆满的选择。有时阵选择理想。有时阵面对现实，实在真无奈啊！所以看到台北有一款的政治个性，我相信也非伊所愿啊。但是无法度啊，伊也是不得已啊。这个心情，咱过去呢，孔子也捌有这种的心情啊。你连孔子你也甲搬出来哈、啊，小老三你有一套呢，孔子。有什么款的不得已啊？孔子也好，过去这些圣贤人物也好，拢有种无奈。因讲我敢是爱出来做政治人物吗？我敢是真爱出来伫这个列国之间伫游行吗？其实我是真无愿意，我是不得已啦。看到天下苍生百姓的艰苦，这是我神圣的使命啊！我是不得已啊，所以政治这条路，在我看，对你真单纯，
政治无法度将你误解，或者要是卖较好啦。哦，你讲这句话真对。咱足侪人原本是对这个政治有一个理想，感觉讲啊，我今仔做官，我做立法委员，我做民意代表，我一定有法度来改善咱这个环境安怎安怎。我看真侪人一开始行对政治这条路，拢是带着理想，这是真好。但是到最后吼，等于跳入去了吼，真正真无奈。我感觉这是敢若亲像世间本身的无完满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大环境就是安尼。你若有一个无理想的人去做，伊怎变做乌金？哦，啊，若无人提钱，啊，若无就是无公正。你有一个有理想型的人去做，伊会做甲真痛苦，人生是足无法度的吼、哦。是啊，虽然所有观众朋友一定爱人情啊，做人伫世间千万莫追求讲爱偌圆满，那是无可能。人生就是基本上有真侪无法度照你我所想的。只有上帝会当补足，予咱人生向前行咧。所以我靠上帝较实在啦。啊，好嘞，时间就到这，各位拜拜。啊，若无逐摆即句拢叫老三讲起。哈、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安尼也要加正，不好意思，你是咧？你是